女星蔡卓妍以女团 Twins 出道，出道多年深受众多粉丝喜爱。今年40岁，她皮肤以及身材都保养得相当好，让众人超级羡慕。而近日蔡卓妍就晒出中学照片缅怀过去，只见她水汪汪大眼与甜美笑容搭配双马尾造型，青涩模样超级可爱，且与现在相比根本一模一样。照片一出，吸引众多粉丝朝圣，并纷纷留言大赞没什么变，太惊奇了，吃了防腐剂吗？真的不会老，一定是笑话等级啊。Bye.